大家好，我是吴英嘎。我们家一只小牛犊生病了，正好我们嘎查有一位兽医，学科兽医的我一位叔叔，离我们家不远，我要跟爸爸带着小牛犊去看病。叔叔抱着爸爸。上来，我感冒流鼻涕了。哎呀，好奇的，你看看，一点一点一点，对对对，好了。到啦，说有点肺炎，先是感冒了，然后发烧，出生时候就比其他牛犊要小很多，所以我们就有点担心。拿上药了，也知道用量了。其他，这位叔叔说的药我们家里有的，然后就回家，到家啦。有点哆嗦，干嘛？你吃好了，给他灌。今天那个小米，小米，那个肉没了，肉。灌完一